与登坂广臣今日席台，一出关粉丝们便上演惊声尖叫，一个比一个声量大。他们简单拍完照后由保安护送上车，现场粉丝似乎过于激进，让原本短短一分钟的路走了将近五倍以上。我的妈呀，小记者们也就这样被妹子们淹没在人海，差点溺毙。估计这回吸引近400名粉丝接驾。两人此行来台主要是为即将上映的电影进行宣传，防狼兄弟的魅力真的无法挡，有的从日本追击赶来的，也有从香港台湾各地来的，更特别的是年龄从大到小都通吃，还有日本节目特地来台拍摄，再次见证防狼兄弟的高人气。